师傅拉60几个称心，这就是这一面有特点，挂在包师傅均匀，就跟蔬菜韭菜一直十分相似。你不吃的2道是公鸡心，哇，好耶！第三道面荞麦仁，它牛肉面的最独特的面型，师傅拉60几个称心，师傅在他之前先过掉了形状再来。辣椒的面局部变形，给你面拆的纹的粉是要一拉都这么靓，应该都是，所以这么好吃的一点面。我们西北人吃它是皮蛋面，它特点是棱角粉和筋道。谢谢师傅，好了，回去吧，不累死了。